太热，走路是不要走了。不是，刚刚已经走那个五八泉了。那边走过来的是吧？对。也累的，其实不过也累。然后晚一点还要走那个河坊街。那就还要回头走了。对，走回头那个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让他们五点收队。然后我到那边给他们拍那个雷峰塔的夕阳。要五六十分钟，一圈要50分钟啊！坐车要，坐车开车要50-60分钟一圈啊！走路你是不是要走的？要好几小时嘞！1小时，所以他为什么跟那个？你看日月潭绕一圈，你要走多久？就知道了。你们台湾过来吗？对，他们从。200米没有不止的，说200米行不行？苏堤啊，是一条堤坝啊，堤是堤，堤是堤啊。西照山的山脚下。你们其实有12个人，你是导游啊？对，然后给你免票算了啊。雷峰塔的命运坎坷周旋，屡建屡倒。据民间传说，住在附近的蚕农因雷峰塔是佛塔，认为塔砖能够驱邪护身，每每前来不去。这就是雷峰塔的啊、哦。那个要上去还可以上去看，收个门票不会太贵的，40块钱一位。其真正倒塌的原因是1924年9月25日下午2点，由于政府没有对雷峰塔拆除，要求在城郊建筑物而倒塌的。小心，此塔倒塌后，西湖十几公里的。